所以今天是中秋圆融会，中秋节的真正的意义呢，让我们的孩子除了提灯笼、吃月饼，更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责任。所以再次感谢所有的人，我就以愉快的心情宣布，今天这个顶灯仪式正式开幕。谢谢您今天晚上跟我们永平的全体乡亲父老一起同在。还没有更高的价钱来，那另外一个8888的是50000大元。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，身体健康。